我实在调不出你的忘忧花茶，可以请教你配方吗？当然可以。镇南的家，凡人根本找不到的啊。卢奇他还说，小兵一定会回到他身边，而且就算是钟馗，也没有办法阻止他。如果说要恢复前世的记忆，代价是要拿你永生的神格来交换。你还愿意吗？我可以先帮你解除你身上的记忆结界，你就会想起你当孟婆时的所有记忆。可是关于千年前的事情，我希望你考虑清楚，不要意气用事。把这个孟婆汤吃下去，就可以忘掉一切，再也没有烦恼了。小兵，怎么可以忘了我呢？我很快就会回到我身边了。是他。他叫我小兵。